有耶，因为新规大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九美，阿威。今天又是一个无聊的一天，但是又算是一个有意义的一天，因为今天这个 vlog 呢，到我们 studio， 我等下再给你们讲啊。真的够无聊。哎，我得翻嚟啦。啊，没有人要理我是不是 ？OK， 很好。哇，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刚刚好哎，不多也不少。刚刚下了一场雨，然后现在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凉爽啊，好舒服啊，舒服。然后刚才在那个 lift 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有提到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一天。怎样讲有意义呢？你们还记得之前？小明有一个影片，如果你没有看小明之前那个影片的话，就是讲从一个神秘人物那边借了一架 laptop， 然后来帮助阿旺做 YouTuber 的梦想，就是我们借了一架匿名人物的 laptop， 然后来借给阿旺去剪片，让他可以开始他的 YouTube 事业。但是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人对这个匿名人物很好奇，他们很好奇这个匿名人物到底是谁。这匿名人物呢，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来的，你们猜得到吗？他大概是谁？不管你们猜到还是猜不到都好，今天这个 Vlog 就会公开他的身份，他到底是谁？他隐藏好他的身份将近一两个月，然后那个电脑也放在阿旺这边接近一两个月。现在阿旺已经做 YouTube， 已经开始赚到一些收入了，然后他已经可以买自己的电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那架电脑物归原主，然后就是好好的感谢那个匿名人物对阿旺的支持啊。阿威，你们很好奇那个匿名人物是谁？文乐妈早懂了啦，讲多一次。文乐妈早就懂了啦。高明，是文乐吗？是啊。啊？真的没？假的。所以你们现在应该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个匿名人物到底是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妈，你现在有什么？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还没有公开他的身份，你们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快点在影片下面留言。然后你们不可以拉去外面看啊，不可以直接看答案啊。现在你们有五秒钟的时间，在影片下面留言，给你们猜一下是谁。我给你们一点 tips 啊，他，哎，我们给一点 tips， 给他们猜。tips 啊，他最近出了五个，这个很明显的，喂。不明显啊，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人出歌啊。哦，他最近出好歌啊，是不是？最近出歌的有谁啊？好人咯，碰碰咯，韩小爱咯。还有谁出歌啊？哇，很多人出歌，最近啊 ，Bryson 也是有出歌啦，杨宝贝也是有出歌啦，是不是？这样多人有出歌，你们在影片下面留言一下。没有五秒钟的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晚上揭晓哟 ，OK，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离开 studio 去那一个妈妈档那边等那一个人过来跟我们拿电脑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离开 studio 啦。每一次离开 studio 呢，我们都要检查有什么灯还没有关啊，比如像厕所的灯啊，然后热水器有没有关，然后要check一下这边的灯啊，那些有没有关。然后就是要把这些厕所灯关到完，要不然就浪费电。关灯，关灯。阿旺，你在做梦？走了喂，快点呢！你们再不走，我就要拍都市传说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国明来帮忙拿椅子啦！嚯，国明快把你自己丢掉！快来拿椅子！国明，终于在那边。老三。在想哦，会不会这样拍拍一下、哦，然后不小心拍到 studio 有一些灵异画面，然后我回去剪片的时候才发现到。不要讲话耶，OK，
以最后一个 step 就是关门啦、啊。所以关门这个重大任务就由我来做啦、啊。耶、yeah, 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每次都来喝茶的妈妈档，然后那一个人呢，他已经到了，所以阿旺他很快就可以知道是谁进了电脑了。哼，小明，我把这个最后任务交给你啊，送的时候是我护送，还的时候就让你来啊。OK， 你是开了一个起点，我是为这起点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来，阿旺把他的那个电脑拿出来，耶、yeah, ，就是在里面，来看一下。就是这一架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小明的影片里面有出现过了，就是这一架。干干净净哦，比原版还要新哦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架，才可以让阿旺现在有了这一架。还有这个 Mickey Mouse。OK， 现在那个人就坐在前面那边。如果你往前，看不到，如果你往前看，你就会看他是谁，所以你要倒转走。倒转走好不好？对，转过来走，转过来走，反过来走。我们带你，我们带你。啊，转过来走 ，OK， 就这样走 ，OK， 完美。我跟你们讲，那个人呢就坐在前面。你们现在，我再给你们多五秒钟的时间来猜那个人是谁。给你们一个 tips 啊，他是 YouTuber， 然后最近有出歌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猜到吗？答案即将揭晓。小伟不知无畏。他们看到傻眼了，还在想，怎么这个人这样走路啊？看到吗？我后面的人看到傻掉，怎么这个人倒转走路，还有两个人扶他？我先走过去。哒哒哒哒。你们猜对了吗？猜对了，在下面留言讲你答对了，快点。我觉得整个，对，慢慢。我觉得现在这样哦，整个很像那个爱情丘比特这样。哎。喂，三。我给你猜对一次，猜对一次。不是西哥。喂，三、二、一，转。哇！我就讲是他了的。因为他们一直在 reject 掉你的东西，你早已经猜到了，妈一直跟我讲不是，两好用吗？哇，真的，我的电脑好用还是你的电脑好用？真的是累到，妈妈电脑帮你赚了一个新电脑回来哦，真的。好人这架电脑帮阿旺赚了一架新电脑回来啊，所以你要还给他的不是这一架，而是后面这一架。这一架你收起来，比这一架给他才对。哎，收火啊，看有没有花，一条1000块啊。我家妈美美给你啊，一粒灰尘都没有。哇，还有写信哦。哇，还有写信。喂，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懂哎。哇。哎，读出来一下。你好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有你的电脑借我这段时间，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，打叉感动。谢谢你的支持与帮助，让我在 YouTube 这条路上更加顺利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Roti Gosong 两片我请。哇！我要吃海鲜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都不停的想到你是谁，那个好心人可以借我电脑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把你猜出来 ，Sorry， 多加一杯 Milo Ice。哇，很暖心耶！少一个麋鹿还是要麋鹿带着说啊？可以，这个有出乎我的意外。我想要包一下，来包一下。喂，这个画面很耶耶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喝完茶，然后小明啊，大马六哥啊，然后好人他们也全部回了，所以现在我就在这个车上做这个影片的结尾啦。好鬼啊，这样好累啊，我会请他吃一餐大餐。对，我爱他。Hello， 我爱你哦。Hello， 我爱你啊，我爱你。如果你没有猜中是好人的话咧，你们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们一早就已经知道是好人。写下你们的 Gmail。不要马后炮啊！不要知道答案了才讲。哎呀，我就真是好人，不可以这样啊 ！No！所以。也是在影片下面留言啊，然后说一个你心里的
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